我们先撤，快走，撤！ 兄妹小心！胡宗南的四门部队还在原地驻守，没有任何动作。敌人没动手，说明宇飞他们没事。我们还有一线反败为胜的希望。只是太过冒险，如果失败，我们的损失就会更大。本就是死里求生，赶快说出你的计划，叶将军。 这个哨卡是进城后的必经之路，你记住这段口哨，严密巡查。如果发现我们的人偷偷入城，就用这段口哨与他联络，告诉他速往姬昌酒馆，一切尚可挽救。明白。事关和平解放成都的成败，切不可马虎。保证完成任务。我还去下个哨位，再见。 火力太猛了，机枪都有好几挺，哪是什么游击队，简直就是正规军啊！好，这边是206，快叫他们停火！是，全面停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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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机场酒馆。
一起上个挽救。李先生还说尽量走小巷，大街上会有巡逻队。谢谢。不是用来扔的，密码本都在这儿，我要随时保护密码本的安全。怕死就别革命。没想到惊动了马先生，这是你们的职责所在，不用客气。叶雨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酒馆滋事，打了伙计，也砸了些东西，掌柜的拦住了我们的巡逻队，只是叶副站长坚称酒馆的掌柜和伙计是共党，我们只好把人给带来。枪是怎么回事？叶副站长喝醉了，拿着枪在挥舞，出于安全我们只好代为保管。报告马先生，这把枪没有开过。叶雨飞在哪里？关在羁押室。酒馆掌柜呢？也在。马先生，对不起。长官，长官，长官，这酒钱我们不要了，是你把我们放了吧？不要了，我们还有生意呢。坐下，坐下，坐下。啊，我呢，问你们两个问题。哎，你们俩给我如实回答，我就放了你。回答，但是如果敢撒谎，你们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你就是借来的，给我的，我也不敢，我们不敢，长官。我问你，叶雨飞，常去你们的酒馆喝酒吗？三四次吧。你怎么记那么清楚？那当然清楚了，你像我们这种小馆子，一般人来了。这就吃碗面，喝碗稀饭。叶先生大主顾，他一来，他点什么？糖醋里脊，还有那个辣子鸡、水煮鱼，好多好吃的。少给老子啰嗦！我问你们，叶雨飞，昨天什么时候去的你们那儿？昨天下午。下午。他也没点菜，他现在那儿喝酒。完了，这喝着喝着，他心情不好。心情不好，他就哭了。然后他好像说什么他妹妹死了。对了，他妹妹死了。然后就说什么节哀顺变啊，他就打我啊，他不该打人。那你他怎么不该打人呢？你猜都不上他不该打你啊？他平时爱吃什么你不知道吗？你还不知道他爱吃那个童子鸡，还有酸菜鱼。你这个笨蛋，你还敢要钱？你不是你不要你小命了？你我跟你说，谁说我打死你？你不该打啊！叶雨飞在哪儿？酒馆的隔壁。我想救你，可是咱们叶家一心效忠党国，到头来你竟然被当作共党逆贼。王八蛋！
他一直这个样子，一直就这样，丢人现眼的东西。马先生，他们没什么问题。 特委会那些王八蛋杀了王妹妹，我要去报仇！你看看你，还像个总裁的侍从吗？还像个党国的精英吗？啊！李先生，小英没事的，她过两天就回来，对不对？ 小英报仇，你一定要为小英报仇。我一定会为小英报仇的。此仇不报，小英不设灵位，不发丧。 战斗中，你看见岳宇飞了吗？视线不明，没能看清楚。但是，在昨晚的战斗当中，被追发现袭击囚车的共党队伍，作战经验丰富，枪法精准，善用长枪，看起来像是军人出身。 别动队发现了一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共党武装。难道说共党要对总裁下手？我想是这样的。总裁决定了什么时候废台北了吗？还未最后定夺。你劝劝总裁吧，越快越好。这是西南局发来的电报，在戎各地下党组织并磐石。 蒋匪爆破重庆，损失巨大。首犯杜长城已率部携带爆破器材赶赴成都，今形势对我有利，要吸取教训，阻止蒋匪破坏城市，把成都毫发无损的交到人民手中。刘邓潘三位将军已将刘荣部队交给林公部指挥，随时准备通电起义。这是好消息。 现在蒋军南撤的最后一条路线也被堵死了，蒋介石随时可能放弃成都，逃往台湾。这就意味着敌人会更加疯狂，也会更加不择手段，极有可能爆破城市。我们当前的任务是要利用各种渠道，尽可能的打探与爆破城市有关的一切情况。是，潘石同志，叶雅颖同志的血是不会白流的。
么？中共广播电台在通报刘德兰叛逆的起义通电。满地芦花鹤舞老，一家燕子伴随飞。你赵总裁有事？嗯。总裁，胡副司令长官求见。问他什么事？学生你好了，组建成都防卫总司令部及疏散命令，呈校长批示。赵准。是。成都防卫总司令部，设司令长官令，城内防务移交第三军，其他部队驻军限72小时内撤至城区外20公里驻扎，违令者严惩不贷。奉防总令，即日起拆除木栅栏，为保证道路畅通，违者按通匪罪枪决。一，背叛国家聚众暴动者枪决；二，泄露军机资匪情报者枪决；三，纵兵殃民危害地方者枪决；四，造谣惑众为匪作伥者枪决；五，行驶车辆不听指挥者枪决；六，无故纵火扰乱地方者枪决；七，匿藏匪盗聚众抢劫者枪决；八，盗取电线破坏交通者枪决；九，无故鸣枪扰乱地方者枪决。市民们听着，经查，有游击队的侦探混在你们中间。所有的人准备好国民身份证，排好队，接受检查。违令者枪决。没有身份证怎么办？我们把枪扔了，跟着混过去。兄弟们，别拦！把他们几个的尸体拖到一边去，把所有的老百姓集中起来，检查身份证。带你去台湾的，可后方更需要你这样的党国干将，所以我决定派你率领特别行动队潜伏下来。你有什么意见吗？卑职誓死效忠党国，卑职愿意率队为总裁冲锋陷阵，反攻复国。很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一至两年，最多三年，总裁一定会光复大陆，届时西南地区所有侦缉力量均由你统帅。多谢马先生栽培。嗯，你尽快出城，率领别动队尽量潜伏下，待共军入城以后继续执行锄奸平叛，让共党不得安宁。是。这个胶卷内所登陆的所有潜伏人均由你指挥，你可以随时启动他们配合你的行动，所需弹药我派人藏到三处乙庄遗址，具体地址也都在这个胶卷内。这是总裁的手谕，命你监督成都各部执行爆破计划。我还为了你们别动队量身打造了特殊爆破计划，所需炸药由我的手令向城防部队盛文长官领取。是。卑职一定不负众望，把共党内部搅天翻地覆。好，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我一并办理。没有什么要求，卑职担心叶雨飞这个人多有不轨，苦于一直没有找到他的确凿证据，若此人不除，别动队很难潜伏下来。这个叶雨飞不红不白，言行多有不轨，仰仗总裁对叶泽宏的信任才能活到今日。你放心，我会尽快除掉他。马先生，请交由卑职执行。
你是想报了一枪之仇吧？何止一枪之仇，卑职屡遭陷害都是此人背后所为，要不是马先生，卑职不知死多少次了。是啊，你为了党国受了很多委屈，我给你找了个助手。马先生，何队长，马斌向你报道。你们两个也是老相识了，希望你们两个人精诚合作，不辜负党国和总裁对你们的殷切希望。是是。马先生到。让各位同志久等了。各位都是各站的站长，总裁对你们非常关心，把我叫到官邸，特意嘱咐我各位的去留问题要给大家商量，你们都说说吧。卑职本月留下潜伏，但在一线与共党交锋多年，共党对我恨之入骨，将我形象铭记，恐留下来牵连其他同志，所以我想去台湾继续为党国效命。你的确不适合留下来潜伏，留下来只会白白牺牲。总裁说了，现在还不到牺牲的时候，你可以去台湾。谢谢马先生。坐下吧。各位如果都想去台湾的话可以直言，总裁说了，这是对你们多年效忠党国的一种奖励。卑职也愿意去台湾继续效劳。马先生，卑职也想赴台，感谢总裁，感谢马先生，我愿赴台。好，各位想赴台的同志一会儿到我秘书那儿去登记，把家人家属的情况说一说，到时候会有车专门接你们去机场。谢谢马先生。叶副站长，卑职愿意留下潜伏，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还真适合潜伏。你刚调来荣战不久，露面次数少，又是川人，从即刻起停止公开露面，交接好工作，向潜伏负责人报道。我的秘书一会儿会告诉你联络暗号和地点。是，我尽快交接工作，前去报道。你曾是侍从，又是荣战代站长，早已暴露，根本就不适合潜伏。再说马成峰一直怀疑你是共产党，不可能派你潜伏啊，这是个圈套。诸多次长、国大代表、立法委员都走不了，送一批不受信任的特务去台湾，还允许带着家眷，这非常不合理。我怀疑这是马成峰潜伏计划的一部分，扫尾善后，清除所有可能泄露潜伏计划的隐患。岳飞啊，你是说马成峰今天会把接见的这些特务们全部密采？希望他们能够放过妇孺啊。马成峰要去南门外关帝庙和潜伏联络人接头，我建议提前派我部队过去设伏，说不定会有收获。与你接头的不可能是潜伏负责人，即便是捕获几名武装特务，你就彻底暴露，得不偿失。那我不去报道也同样暴露，还不如抓了几个特务。这样，你先去安置家人为名，尽量拖延，你要尽早离开荣战，做好个人安全保卫工作，防止他们暗中对你下手。明白。卑职在城内发现一支战斗力非常强悍的共党武装，真是久经沙场，战斗力强悍的战斗人员，卑职估计他们来自刘邓叛逆所部。些屁，他们要干什么？要刺杀我？卑职有所担心啊，
总裁的安危关系到党国的安危，卑职有一套计划，可以让总裁安全离荣赴台。陈峰，辛苦你了，你去和金国商量商量。是。号外号外，蒋总统今天要巡视城防。号外号外，蒋总统，哎，先生来份报纸吧。号外号外，蒋总统今天要巡视城防。你看今天的报纸，我已经看到了，要防止许东他们又起刺蒋之心。你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我马上就去。荣镇情况怎么样？啊，人心惶惶，少了不少特务，马斌也不见了。有可能是跑了，但也有可能是潜伏下来。我听说保密局潜伏布置组第二科科长任红川一直在成都市和周边地区秘密活动。这个名字我听过，他兼任保密局西南潜伏布置专员。哦对了，有一个情况今天下午，行动队的特务把一批刚配发下来的仿制武器弹药分装在大小不等的棺材里，不知运到哪里去了。也许在蒋墓地，或者是存放灵柩的义庄。特务隐藏武器的办法，在北京、上海南京已经发现。你要特别留意失踪特务的去向。明白。计时计时，到！以全师兵力。配属战车一个大队，包围驻武侯祠留逆所部。是。第五五四团到。以两个营的兵力包围95军军部，余部包围留逆公馆。是。第五五五团到。以优势的兵力对保安厅总部几个要卡实施警戒，如保安厅有异动，不必请示，自行攻击。是。请各部立即执行。是。马队长，易组长。队长有何吩咐？马先生命令，总裁今日要撤离成都，我们负责在外围扫清障碍，确保总裁的安全。是是。易组长，你让兄弟们到城内的各个要点去警戒，一旦发现共党武装，不要急于动手，力争抓活口。是。队长，升闻司令长官下令城区内不准鸣枪，违者枪毙，当兵的都杀红眼了。山西鲁农民银行前的广场上已经摆了几十具尸体，您看我们是不是请领一批无声抢险？城内现在已经大乱，即使马先生批准，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找到接头的地方。我们不敢开枪，共党更不敢开枪，叫兄弟们带上武器。是。听说老蒋的车在东门转悠，我们过去看看。还想刺蒋？放心吧，我们现在是共产党的队伍，不会乱来。走，我们一起去看看。不行，你要是暴露，一群人掉脑袋。这是命令，抓紧时间。你们在这等着。过去了，转移阵地。队长，有情报。你看，是罗蒋吗？
是老蒋的车，但是没有任何警卫人员陪同，这明显不符合警卫规定。都过来，马上给我接何队长。是。何队长，请等一下。组长，通了。基地，基地，我是鱼鹰一号。我是基地。在预算下发现了可疑目标。好，盯紧他们，我马上派人支援。哎，千万不要开枪，以免惊动了巡逻队，打乱我们的计划。明白。已经派人支援了，但是不让我们开枪，我们用刀解决。追！老四，事情有蹊跷，你再过去看看。我走。杀红了眼，把狼招过来，我们都没有好结果。我们有刀，怎么回事？共党武装开枪，巡逻队被惊动了。混蛋，谁让你动手的？我以为他们人不多。队长，巡逻队追上来了，我们还是表明身份吧。我们还要执行秘密任务，怎么能暴露？撤。是，走。军校四面均已肃清，戒严完毕。马先生，你看出发吧。嗯。总裁，保重。一个小时后给报社打电话，说总裁已经离荣赴台。
是，明白了。蒋介石跑了。原来发生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蒋介石逃跑使的障眼法。要是早一点识破老蒋的疑兵阵就好了。卖报卖报，总裁已离入副台。卖报卖报，总裁已离入副台。过来，黄总，那边是技术总队栅桥，查到叶宇飞的动向了。马先生办公室已经联系上了叶宇飞，他称在来接头的途中遇到了游击队的伏击，所以未能接头。放屁！我看他是躲起来。这个祸害不能留，得进城一探。是。但是马先生命令我们出城隐蔽，如果率队反攻，卑职建议还是等他自投罗网为好，说不定还能从他的嘴里挖出点什么东西。已经开始炸毁郊区的桥梁，共军很快就到了。再过几天，也许自投罗网的就是我们。你们两个随我化妆进城。是。马成峰亲自挑选特务，组建的这支特别行动队，由谁指挥不明，人员、编制、驻地，均未查清。在近期行动中频繁出现，和我们武工队交手的，肯定就是这支别动队。马成峰在用我们的办法对付我们，以暗对暗。这支别动队危害巨大，必须尽快消灭他们。我以马先生秘书的身份给叶父打来电话，是叶宇飞接的电话。接东头有巡逻队，听到枪声，几分钟就能赶过来。咱们是不是换个地方？城里哪没有巡逻队？叶宇飞留给我。
脸上的笑容，也喜欢满山拨开满山霓虹，恋人拥抱，朋友欢笑，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妈妈和爱人，请祝福我吧，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艰难和苦寒都只是磨练，过完了严冬，春天就来上的笑容，也喜欢满山拨开满山霓虹，恋人拥抱，朋友欢笑，我相信那天他不会遥远。妈妈和爱人，请祝福我吧，想我的时候请你微笑吧，艰难和苦寒都只是磨练，过完了严冬，春天就来了。